我们要人间平安，要人人转心境，转意念为善行，转有良为善行。我也很感恩最近这样的疫情发生大家人愿意为了疫苗呢而付出，总是呢这样的大环境我们呢要接受这样的大环境，如何来预防我们的身体有抵抗力？那这个疫苗呢要给我们了，不受到了这个病毒所感染，所以打了平安健康，自己的健康就是保护咱周围的人的健康，周围的人健康啊，保护了整个社区整个社会都会平安。这一波的疫情真的是很刚强很顽固，我们要很感恩，感恩医护人员他守在第一线，看到了我们的护理师不能回家，因为呢他要与医师共同啊医护呢合心协力守护的医院，照顾好病人，孩子啊还小想念妈妈。我跟小朋友说外面很多肠病毒，因为他们得过肠病毒，所以他们知道肠病毒很辛苦。我说外面很多肠病毒，妈妈要去消灭病毒，然后等外面病毒变好的时候妈妈就会回家了。这种母子妈妈与幼儿在谈话很无奈，好像呢天涯海角的隔离啦，这种很无奈。那回家一个玻璃片啦，就把它隔住了，他的手就靠近了玻璃，跟一层薄薄的玻璃碰一下，表示呢，甲囝的手相碰，这都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，都无奈呀，亲戚在一层薄薄的玻璃啦，给隔离住了，这就是这一回的疫情。这疫情隔断了人的亲情，实在是很无奈哦。那唯有呢，人人要觉醒，要忏悔啊！人人呢，尽可欲，大家不吃它，隔离一段时间，不是跟那隔离空间。应该爱跟动物隔离时间，你不要吃它，它有它的世界的生活，我们不要呢去贪着它的身体的滋味，其实是真草金垃圾啦。但是人的颠倒，就把它烹饪成了，以为是香喷喷，其实呢，动物啦的世界那样味道呢是很臭，但是人呐、总是这样的颠倒，那无奈呐，
觉吃无奈呐，没吃呢，迷雾的人呐、啊，走入歧途去了。所以这种贪欲，那总是走在歧途上。常常听到了无若不欢，听到无若不欢呐、啊，心里呢会觉得很创伤。这因为你的无若不欢，那一些动物呢，就是被伤杀，血淋淋啊，这哀怨啊，是多么的声音，多么大。人呢，总是那样的颠倒，不知自己造了多少业。这幼稚的感觉意念享受在前，吞进去的一分分的一口口的业力啦，就是不断的吞噬。这看看人有没有业啊，看看那一些呢被杀了眼睛，在镜头下呢，他透过镜头在看人，人类，这就是动物。他就是要被杀之前，他展开了眼睛，很惊慌，很无助，就在待宰动物。总是呢，生命无辜啊！那这良知呢是无奈呀、啊，又奈何呢？看到了这样的生态，所以人生四大不调，那就是因为呢，人类这不爱护大地。也不懂得如何疼惜生命，会造就了很多的业力。所以我会常常说众生共业啊，是啊，共业。有的呢慢慢的行，在身体上啊，谁无病痛都会有，既来人间呐、啊，生来人间，病、老、死，不一定到老才会病。这幼小的、青少年的，既有身体，就会有病、有伤害。这种被伤害有病痛啊，真的是苦不堪哦。我们要如何呢？来建立一个平和、平安、祥和的社会。唯有一帖灵方妙药，那就是如数。基本上，素食造成你身体的影响。看看。我们的仁医会啦，聚聚一堂，我很感恩，跟全球的医师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全球的仁医会都会回来。今年呢、啊，没有办法在这里呢，视讯听啊，接受国外的。仁医菩萨来享受，而且大家互相分享的重点都是如数，所有的医师呢，大家
都是呢，这认同如数才是守护生命的健康。所以医师们呐、啊，都在分享着他们如何推术。这是昨天呐、啊，仁医会的话题，而且呢，人人都认同，很需要。需要彼此互动哈，推术啦，就是最根本的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，我们的思想方向正确，那就是慧命增长。